这么凶，你要反凶他。我真的觉得阿德霞现在要造一点，他不能不造。天炸，小金在旁边巡逻。哎，母鸭怎么死的？终于把他烫死了。这啊？不明 AOE 啊，不明 AOE， 可能在火山输出了一下。这阿豆都反应不过来，不是风真的高。我们来回看一下这一波他是怎么死的。他在这里。站在咒语的火上，哇，太快，烧死了！哇，烧死了！持续伤害，持续伤害，烧死了！就效应扑了个火，后面什么都没干，因为效应风萧这波把自己杀了。谢谢李子波波，天道能进去，有闪现的，天道有闪现的，哎，猛呀，烧死了！啊，有人站出来了！风萧怎么死的呀？就八百，我开玩笑，烧死了！谢谢栗子波波的五个飞机。风萧在火里面活活被烧死的，什么？没人打他呀，没人打他呀，主要是。什么？他又留了一个。火里面活活被烧死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风萧，看一下风萧，还给个特写。你看，我烫一下，你看，烧出来了，烫烫烫 ，crazy。死了，太抽象了吧！你这个太抽象了，火得洗澡，一管血被烧死。我说句实话，你这个太夸张了。混到青天，钓鱼扑火，青天想打不残，过来舔账，但是自己有点脱节，掉了个闪现。哎哎，怎么直接烤死了？哎啊！哎，风萧怎么死的？被烤死了，就这样。操啊，兄弟！就这样被咒语烤死了。不是我们还在看前面，不是有些人瞅着瞅着不知道怎么没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想知道这个兄弟是怎么死的。你看，咒语到火，好，十三下火，四下，五下，六下，七下，八下，被沉默了一下。这全是火伤，全是咒语。他被沉默了一下。我觉得他出个猛抗吧，他被不被沉默，他这波也很抽象。在咒语火里，他家的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真怕烫不死。我的妈呀！熊也是挡爆，捆那个夏侯惇，夏侯惇有太乙的，肯定是打不过的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老不死，能回圈回圈。我就说吧，风萧啊，你他喵的风萧！不出肉，纯输出风萧，不秒了吧？在火山输出了，你准备挨屌吧？都反应不过来，不是风萧，他看一下这一波他是怎么死的，他在这里站在咒语的火上啊！我烤一只烤一只烤，喵的绝！这个风萧我真的是要骂你了，风萧是火伤，全是咒语，对，就效应扑了个火，后面是不用骂你了。风萧这波去慢慢打，先捆，再输出 ，A 了两下，再跑了，回来，二技能拉上去，再炸一下，有圈，哎，这个终于，这他蒙呀，这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蒙呀，在干？死于 AOE， 不明 AOE 啊，不明 AOE， 可能在火山输出了一下。这阿豆都反应不过来，这怎么人就消失了？走走路消失了？哎呀，在这里。很安全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、五秒、六秒、七，六秒、六秒，他吃了六秒周瑜的火，真不烫吗？风萧，真的不烫脚吗？你这装备真的不烫脚吗？什么什么身体能硬吃六秒的火不死啊？哎，这边哎，烧死了！梦魇突然被烧死了。不明 AOE 不明 AOE 可能在这里他要站在咒语的火上迎接被烫的马。哇，真小丑啊，全是马，哇，真小丑啊，这波后面什么都没干，因为效应像这波捆了夏侯火不上去，太乙真人开了一个奔奔浪文章过来炸了一下，蒙雅已经倒在了咒语的火海之中。他们都没有注意到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周瑜的经济。这阿豆都有了，这波那个路从侧面绕过来了，太乙真人奔狼，但是 RW 所有人收缩。蒙亚，哎，蒙亚怎么被？蒙亚被周瑜的火堆烧死了。不过这波 T1 撤了，死了一个蒙亚撤掉了。RW 其实撤的也快 ，RW 知道你太乙真人开奔狼从侧面包过来了，对吧？带着那个露露包过来了，赶紧先收缩一下战圈。